嗨，你们，我是 Kaiwan，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 room。嗨，我是 Kaiwan， 如果你是一位人像摄影师的话，你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。哦，我今天这里肥肥的，可以帮我把它修瘦一点吗？哦，我今天皮肤状况不太好，可以帮我把那个痘痘修掉吗？哦，我今天这个妆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，可以让我更有精神有活力吗？等这种奇怪的要求。但重点是我拍了2000张照片，一整组的照片啊，你要让我怎么样把每一张精修到符合你的要求嘞？啊，今天有一个软体，一秒钟让你精修2000张照片，就这样，然后2000张照片就精修完成了。今天啊 ，Jesus Christ！